说我是来送宵夜的，你信吗？哦，明里是大夫，暗里是淫贼。你误会了，你这是要打死个淫贼。下手这么重，有没有点爱心？大屁股！再这样，我真动手了。别打了，我不是淫贼，不信你们玩。伸手！我去，暴力狂啊！你在这稍等我一下。是。他先动的手。我给你带的。很疼吧？我都没使劲儿。你们俩不会真是约好的吧？郡主和大夫不畏世俗妄言，踏破身世之别，这跟画本里小说里写的一样啊！姑娘，你平时看的都什么画本啊？哎，你身手不错。哎，特别是你刚刚在这儿使的那一掌，这一掌特别巧妙。一掌啊！这一掌。这一掌，哎，承让承让，姑娘掌法才是精妙的。哎，我使的这个叫打劈棺，打劈棺，打劈棺。我输给你，是我学艺不精，跟我家传的武艺可没有关系。那是那是，刚才你不踩到那儿，我赢不了。对呀，我回想过了，你刚才是故意把我引到此处的。输便是输，不必宽慰我。你刚还有一招，这一招叫什么？就这个。这招啊，这招没什么名字，小手段，明白了吗？还有，你还有一招。对，婉儿，你没看见他刚刚有一招特别厉害？你能不能再给？对不住，我又犯了无耻了。你们先聊，我。